至于在台北市呢，台北市的都更议题在市长的选战当中吵得很火热。今天马总统也跳下来参与角，他参访新竹农村再生计划时，脱口说出自己在八年台北市长任内都更做得很好。但是此话一出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就反击，总统如果要自我感觉良好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南下新竹拜访生态村，马总统看农村改造，先拿马市长的政绩来炫耀。我们说一定要赶快做都市更新，可是有人啊，就来冷言冷语，他说啊，这个都市更新啊，用闽南话来说，多是阴星啊，青丘啊，伯伯啊混，还是我妈英叫来骂啊，伯伯啊混，还是水当当啊。好市长做得如何，到自夸台北市长任内都市更新做得很好，就不知道总统是有心还是无意。都更议题，台北市长选战可打得正火热，台北市也整个各方面都觉得老了，市民的感觉很强烈，如果马总统自己感觉良好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非常确定我做得比苏贞昌先生好很多、对，马总统啊，当然我确定我们都比苏贞昌先生做得好很多啊。跑到万华涂鸦，顺便看公园翻新成果。郝龙斌站在都更重点区，当然力挺自己，还帮总统背书。不过一旁的万华人有其他感受。没有感觉，哎，完全没有感觉，哎。对，很失望吗？对，很失望。是要再加强了，真的是真的。咱们讲真话，有的人也说了，这进步不能说很满意。马市长的都更到底做得好不好？看来还是小市民的心声最实在。民视新闻唐光南、宋宏林、陈秀宇、叶新凯，台北新竹综合报道。